为咗几千蚊以杯想罪名，究竟值唔值得？海关毒品调查科喺屯门进行反毒品行动，喺安定村定场楼外发现一名男子形迹可疑。关员截查之后，喺男子嘅背囊内搜出大约8.5公斤怀疑氯胺酮，市值约500万港元。人员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罪将佢拘捕。关名被告嘅本地男子年龄系24岁，号称系一名大学生。根据我哋初步嘅线索咧，佢系为咗收取啲金钱嘅利益而参与贩毒嘅活动，可以认定佢系。我想喺度作出个呼吁，年轻人切勿心存侥幸，铤而走险，为咗金钱利益而参与贩毒嘅活动。海关重申，贩毒系极严重嘅罪行。一經定罪，係可被判罰款500。